非常的方便，只要三步骤。第一个，他要确认他的车号跟他的停放的时间，确认没有问题呢，就是这三步骤：结账、确认、缴费。那现在首次上线阶段呢，民众在现场缴费还享有停车费的优惠，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按这个结账钮。按了结账钮之后，他会告诉你停放多少时间，应缴多少金额，现场刷卡的优惠，对，打八折。所以现场缴费很快，他会告诉你卡片扣多少钱，余多少钱，这样子已经就完成所有缴费的程序，车主不需要再拿这一张停车单再跑一趟超商了。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完成缴费动作，车主他就可以开车驶离了。那当然现场因为有太多媒体朋友，本来我们想要把车辆驶离之后可以让施先生跟市长再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画面的那个车格位，马上就会变成空心的，马上就会有车来停了。对，所以这个就是整个非常方便的三步骤的停车缴费，不用再跑超商了，完全无纸化。谢谢。如何借重台湾的优势？优势就是 A、B、C。第一就是设备，台湾的设备是有竞，绝对世界有竞争力，而且可以不断的创新。那因为未来的发展是属于少量多样，那刚好可以发挥台湾的设计的能量、创业的精神。但是最重要还是要有诚意，诚意来做应用。所以今天智慧停车这个系统本身是最好的一种示范的东西，因为市民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设计，像那个柱子这个硬体的东西，那配合后端的云端的以及软应用软体、大数据和人工智慧，可以结合出来相对比较高附加价值的外销的生意经，因为我们过去外销都是以大量，那附加价值相对是比较有限的，后进的人要跟进也比较容易，像这种复杂的系统，后面的人想要跟进的话，实质上是没有那么容易就可以跟进，而开发的时间真的是要很长的时间。实质上这个案子呢，今天是已经测试过，符合一个标准以上就开始可以上市，就做服务。但实际上在服务过程里面呢，我们不断的还所谓，尤其像人工智慧叫做深度学习，还可以不断在学习、不断在精进的话，那就可以把整个竞争障碍可以提得更高一点。那台湾目前在这个产业方面的竞争力，实际在国际上大概是什么样子？实质上如果从硬体的科技，从半导体在自动线，我们算是世界领先的，但是从应用方面呢，我们不见得，甚至大陆有很多不是应用，因为它市场够大，所以我们相对的是比较不能说落后了，就没有积极在开发，因为市场不容易，台湾的市场太小。那为什么提出内需带动外销的观念？也就是只有小小的内需市场呢，能够做出一个国际上所需要的新的硬体加软体加服务，像这个是整个服务。服务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这个系统，那在台湾，我相信我们做出来是相对在世界上具竞争力的。主要的理由就是我们的弹性比较大，我们因为智慧城乡乡跟城之间的需求，我们所累积的经验呢，再加上我们的弹性的应用的话呢，可以符合世界更大市场的需求，美国或者中国所提供的那个解决方案不见得容易到很多市场，尤其像东南亚。
东南亚实际上现在塞车的情况比台湾还严重很多，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些将来都是人口最多的亚洲市场，将来都有很好的发展空间。那个中南人刚才提到说，推出之后也受到很多国外的关注，所以目前有没有往台湾的太阳没有那么大，因为宏基最大的特色就是国际化，全球化，我们的员工三分之二是老外，但是他们过去习惯是卖电脑有关的产品，对于像现在资讯应用的直接化慢慢可能是新的，对他们新，所以我们开始有在跟我们国外的驻在的人呢，开始在东南亚是已经有一些在谈的，但是这种东西不是像买一个硬盘买一个手机，很容易就做结束。他说没有没有，这个就开发的时间相对很长，但是它市场的物价价值以及它的稳定可以啊，因为就像我们这块有人来是从二十年，我们可以买楼，只能越做越好。现在是可以，我刚才说你是亏空，但是在投资的状况，但是长期来讲，你要有一个长期的市场才可以。它台湾的经济发展就很看短，短期要看，看它未来要不要来做嘛。先想请问一下，因为他是讲的话，这一部分是两年前独立出来成立的，那当时为什么会朝这个议题要独立成立？哎，从这边到归仁校区，因为管理新的业务跟管理成熟的业务，管理的机制、管理的文化是不同的。所以基本上本身是有冲突，所以我把它称为叫新秦融计划。融基就是鼓励内部创业，但是呢都是独立在外面，但是这个是要分才会偏，但是要合才会养，合的时候就有一点要透过宏基的国际品牌知名度以及在国际上很多的部署，包含售后服务方面的，那这个都是需要有新的一个机制。但是反过来，新的这种应用的机制呢，如果不是一个独立的公司的话，没有去专注来做，在旧的组织里面会产生一些管理上的一些不是很理想的一个前景，所以我们一个一个就把它独立出来，那就是还要再做一点投资。那觉得目前的成绩如何？不，因为最重要的就是给他们有一个大创业精神，因为一般在大公司里面多多少少有吃大锅饭的心理，那这个独立出来他做不好就要变官了，所以自己要想办法，能省的也要尽量省，需要长一点。谢谢。